金黄油亮的干煎白肠，围炉的团圆饭上得要有象征年年有余好意涵，生活才会富裕有余。白肠单价高，弱势家庭舍不得买，购物平台透过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做好事，送礼就要送到心坎里，捐赠950盒白肠。因为我们在想送礼还是要送到心坎里，那它又经济，可是呢，怎么样让它可以更实惠？所以我们还是想了大家最需要的，尤其中国人还是讲团圆的，那团圆还是要团圆饭，所以就鱼来讲，鱼其实就代表一个圆满，所以我们也希望，那我刚还是讲哦，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投入在社会的公益上，所以我想东森购物会持续一直这样。跟新北市政府、跟各地的政府一起合作下去。新北市社会局长张景丽代表受证，感谢购物平台业者善心捐赠，能够为弱势家户带来好意涵，年年有余。这一份礼物不仅仅能够让他们暖心，更是极好的一道美味佳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尤其我们都知道过年来了，对很多辛苦的家户而言，其实过年对他们来讲其实压力更大，因为你可能要备很多的年菜，甚至还要准备很多的礼物，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东森购物在过年前就能够想到我们这些辛苦的朋友们，而且希望给他们打气，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支持，给他们鼓励。我觉得这份温暖其实就是我们重新在今年继续奋斗的最重要的力量。购物平台成立20年，旗下的基金会也将迎接20年到来，今年扩大送爱规格，升级公益2.0。除了捐赠白肠之外，也将参与幸福市集义卖所得的50万元现金，透过爱心大平台送给有需要的弱势族群。中嘉新闻林立吴志恒新北报道。